一款一体式结构两柱15吨压缩机，它的油缸呢是80毫米，活塞形成的是30，我们这个拉簧是超长拉簧啊，比一般压轴要长一块，啊，一体式结构，这个优点呢就是大油缸不漏油，因分体式结构呢是大油缸和油池是通过螺纹连接的啊，这个杜绝了那个漏油的问题，那、啊、上油池，这样呢方便您更换机油，拆下这四个螺钉就可以更换机油了，啊，这是这款压缩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。压力表呢是双刻度的，啊，红色呢代表的是压力啊多少多少吨，黑色呢代表的是压强多少多少兆帕啊，方便您更换，不用啊拿手动来计算了。下面我给大伙压一个片子，这是一个普通的25伏的模具。进行方向盘开始加压，应该到10吨，卸下轮滑杆，然后把它反过来，回头。取出我们的样品。